下去玩马上玩。大家看我们前面那个小矮桩，这个叫慢跑包。这个叫什么桩？这个叫慢跑包。慢跑包。汉堡包。汉堡包是草莓味的汉堡包，我们看它上面长草，中间一说你要一个六岁买这个就是草莓，一根毛一个六的。那你们猜猜这个汉堡包是什么牌子的？肯德基。汉堡包一个六加五。这是麦当劳的。汉堡一个六多快等了。左边山顶上那山都开叉的山，歪那就是麦当劳的标志。哎。我们今天给他做免费广告的是吧？如果卖手机的过来，我跟他说这是小米的标志。现在我们要支持国货，是不是？左边的山顶上现在看这个架商叫毛笔笔架。哦，以前是叫笔架商，古代文人叫毛笔。哎，我看你们这个左右不光了。看那边，看那边，那边有的。你看见美女在上面划船，你就搞起来了。没有，他我这个竹排自己搞，我就不搞。看到没有，那里一个洞，看到没有？哦，也是你插的。那个叫老干部活动中心啊。也是你干的。大哥，那个是我干。你没干，你没干啊？也是你干掉的。你没干啊？老干部讲这个叫游龙戏凤，中层干部讲叫做健身运动，老百姓讲这个叫流氓活动。再看右边，这里九曲，啊，我们往下走就是八曲了。我们今天是倒着游的，从九到一啊。这种游法呢，跟古人是相反的。古人是从一曲开始游上来的，啊，所以古人叫游客。你们今天不一样，你们是从九曲开始嫖下去的，所以你们叫嫖客。右边那座歪歪的小山，那个叫象鼻山，大象的鼻子。你们有兴趣的话就猜一猜，这个象是公象还是母象。猜猜，随便猜一个。什么意思？重新讲一下。猜猜这个象是公象还是母象。象鼻子。对，大象的鼻子。公的还是母的？公的，不像嘛。那恭喜你答对了，这是一只公象。公象。为什么说它是公象？道理很简单，你们看，这是象的头上戴了一顶帽子，戴了一顶绿帽子，是不是？
本来有一队的，为了工作的渠道，我想到桂林去钓，时间一久，他就戴绿帽了，是不是？像以前来说，戴绿帽最吃亏的是炮兵团里面炊事班的班长，别人打炮不能去，还要背黑锅，戴绿帽，天天看别人打炮。